换弦练习。这首练习呢，主要是练习灵活的换弦，注意在演奏外弦的时候，右手主要是靠大拇指和中指将压力施加在弓杆上，内弦呢靠三指四指将压力直接施加在弓毛上。这个施加压力的方向的转换要快，手指呢不要过分用力，手掌要非常的放松，这样呢才能非常灵活的转动。右手的手臂适当的协调移动，左手的按弦要非常的敏锐，注意曲子里面有很多处隐伏的旋律，要将它很清楚的奏出来。这首曲子的速度不太快，是中等的快速。